我希望可以组一个最火热、最受欢迎的摇滚乐队，希望当一个指挥家。。金老师让我去学校了，还好他让我去，不然我都不知道你的成绩居然成了这个样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放学后直接回来复习功课，不准再出去玩了，听见没有？我的东西呢？我全收起来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玩，把你成绩全玩掉了，今后那些东西都不许再碰。高考成绩考好来，过后怎么崩？随你。多少呀？还能挡住你了？啊！你这样很伤人的好吗？好啦，出来吧。怎么了？吵架了？没有，就是现在不想见他。谁又惹到你了？还不是因为我妈。她说我的成绩下降得太厉害，还没收了我的杂志和 CD。你这天天的要会两个情郎，成绩不下降没有天理啊！宋妙妙，好啦，开玩笑的嘛。那你再来要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她是我妈。你妈竟然没有没收你的手机啊？真是失误啊！让我瞧瞧你现在在跟哪个情郎会面啊？哪个？怎么办？啊？你行不行啊？干嘛？翘课呀！小心啊！小心啊！走！不许看！闭眼睛！用手遮住！自己疯就算了，你干嘛要把他搞成这样？你有病啊！干嘛？想打我？打！你疯了！你竟然因为他打我！你是不是喜欢他？说！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是不是喜欢他？我就是喜欢他，怎么样？关你什么事？
想去当尼姑。两兄弟为你打架，你要去当尼姑？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要玩火，不要玩火。我弟走了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嘿，我的小南瓜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估计我已经到达英国了。走之前，我决定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哈哈，其实我早就认识你了。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我好好的在路上走着，突然有一个骑车不看路的笨蛋差点撞到我。要不是看他长得还不赖，他早就死在我的乱拳之下了。后来我又在Ah-Niu的店里见到你，还是那样傻的冒烟，眼里就只有那把尤克里里。拜托，像我这样的极品帅哥在你面前你都看不到。再后来就是蛋糕店了，没想到你喜欢吃的蛋糕我也喜欢，所以我决定把它们全部都买了。气死你，气死你！没想到你真的生气，所以我就想，不如把那把尤克里里买了，送给你，向你道歉好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竟然也喜欢上了你。是谁不好，偏偏是他。所以，我决定了。我决定要回到摇滚的怀抱，是你说的，喜欢的事情就要全力去争取。再见喽，我的小南瓜。听说你们要一起参加才艺大赛了，千万不准给我输。要是敢输的话，我会瞧不起你们的哦。约定我们就算最后分离，都各自